这东西呢是、我个人觉得最厉害的，对，就是我们这一次尾牙的第二大奖。我们第一大奖是 iPhone 嘛，第二大奖是这个，就是来回机票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这个谢谢虎咪大大哈、哦，我把虎咪大大的照片就是把它拿下，就是要帮他做一个宣传。如果大家哈、哦，如果大家有对里程有兴趣的，欢迎去他的粉丝页按个赞哈、哦，就是给他赞下一下，因为他这次真的对我们非常的好。那我今天中午也有跟他接上线，就是有跟他小聊一下，就是谢谢他就是特别赞助我们16000里哈、哦，这个真的很惊人，因为他可以干嘛？他可以换台北上海，或者是台北到冲绳，或者是台北到杭州的来回机票，所以你可以去冲绳。好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它是美国的 UA 的这个 miles 16000里，然后他虎迷大大他会把这个，他会直接开一张票给你，好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换这个东西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用15000起，然后来兑换日本长城线的单程票，比如说去那个单程票就是去北海道啊，好，这真的是还不错，因为像这个东西你去冲绳或者是你去长城线单程，大家都要上万块钱了吧？这应该就是我们尾牙的第二大奖了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好、哦，所以有抽中的人真的可以免费就是出去玩了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虎迷大大真的对我们非常的好。好、哦，那他说他想要回馈我的原因非常的简单，好、哦，就只是因为说，因为我平常就会无偿的帮大家，还有虎迷大大就是分享一些他自己粉丝页的讯息，然后让我们这边的粉丝去知道这些情形，所以他是觉得说，大家都是互相帮忙，情谊相挺，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赞助我一下。我就觉得这真的很棒啊！所以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就是赶快我们的粉丝也打开来哈，搜寻虎咪大大，然后赶快好，赶快给他按个赞哈，就是赞下哈，支持他一下。真的，他真的很棒。对，如果他有办尾牙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换我来回馈他们了，这真的是这样子哈。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，我们这一次的尾牙第二大奖就是这个来回机票，这个真的很棒哦，真的是啊。前世修来的。